同学们，真人游戏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们来发放一下好读的载具。耶！老师，听说这次有黄金的玛莎拉蒂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黄金玛莎拉蒂，我要是坐上它，那一定很拉风啊！给你们，你们会开吗，菜鸟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说一下发放载具的要求。这个要求就是，谁能用一颗鸡蛋撑起一桶水，谁就能获得黄金玛莎拉蒂。轻轻一碰就碎了呀。我知道了，猫猫，我们呀先用盐把鸡蛋立在桌面上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呀，然后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老师看我的。优高表现的不错呀，这黄金玛莎拉蒂就是你的了，给你钥匙。嘿嘿，玛莎拉蒂。那老师，我们呢？你们还想要玛莎拉蒂？老师，我们虽然没做到，但是把鸡蛋立起来了呀。嗯，也对。那行，这个纸板车就给你俩了。纸板车，这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进安全区呀？这黄金玛莎拉蒂呀，羡慕吧？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